前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我是王明春。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一，时间过得真快，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热热热，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啊，气候真的是非常的热。今天台湾的天气呢仍然是多云到晴，全台各地的高温在33至34度，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还有台东的南侧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呢，在这边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出外的话，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其实呢，不只是台湾很热，现在呢，全球各地都是真的是非常的热，因为呢，气候极端呢，地球暖化，所以呢，造成呢，热浪不断。气温呢居高不下，像今年的北半球夏季呢，因为遭受到极端高温的笼罩呢，不仅是纬度比较低的地方酷热难耐呢，其实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呢，一样难逃热浪的袭击的。像跨越北极圈的美国阿拉斯加呢，因为遭受到高温笼罩，阳光直射也造成极端的高温，像第一大城安克拉治呢，气温就飙破了32度呢，也递近50年来的高温记录。因为高温，所以呢，造成野火的灾情。像土耳其呢，最近也发生的野火，总共烧毁了350公顷的林地呢。政府也发布警戒的红色的警戒的野火灾情。另外呢，不只是土耳其，其实呢，在意大利的南部呢，也是一样呢。因为高温呀，导致于野火灾情，目前已经有传出1个人死亡，然后消防单位呢也紧急啊，就是出动了3架的飞机呢，赶快来救火，希望能够阻止整个火势的蔓延。这是啊，因为火大不调所造成的灾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呢，因为水大不调所造成的水患。我们知道呢，南亚地区目前已经进入到雨季，所以呢，在印度的北方呢，因为呢持续的大雨也造成河水溃堤，造成严重的水患，过去72小时当中呢，已经造成了10个人死亡，同时呢，也造成140万的人受到影响。这是印度，其实呢，在尼泊尔也是一样，尼泊尔也是进入到雨季呢。目前呢，因为呢连续的大雨造成呢淹水，还有土石流呢，已经造成了50个人死亡，然后25个人呢就是受伤，33个人呢失踪啊。以上都是呢因为四大不调所造成的灾难呢。其实呢，上人虽然洗脚期间呢，但是也心系的整个全球各地的一些。因为四大不调所造成的灾情，我们知道呢，在2500多年前呢，佛陀就曾预言呢，在化解时期，因为众生共业呢，不顾一切呢，所以呢，导致于大山灾、小山灾呢，就是频繁不断的发生了。所以呢，在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要时时要警惕跟反省。接下来呢，我们就透过画面，我们以恭敬的心，我们来聆听正眼上人的开示。现在是全世界啦，国际间拢是呢真紧张，气候变迁啦，这地球呢因为高温啦，即马愈来愈热，即几天若无落雨啦，会感觉哦，出去到外口呢，涂骹会烫人，这日头嘛真烫人。国外呢，逐天伫咧看新闻，印度热死的，也40多度，欠水，热死，已经呢，逐天都伫咧报数字出来，热死。所以咱即当阵气候真热，佛陀嘛讲哦，未来啦，伫即个坏劫的时。这个太阳，一个、两个、三个、五六七八个、九个太阳，同时呢出来出现。咱个即马是敢那一个太阳呢？到家吼，这个坏劫甲最极端的事，
迄个是会干旱呐、啊。即咱都爱会当知影，迄、那个大山灾、小山灾啦，不断不断频传。这是安怎会招来遮大个灾难？是众生共业，因为人人拢伫咧作业，因为是利益，为着利益啦，所以不顾一切，山直直挖啊，挖山呢，搁用炸药破坏山体，那挖成大片的山是从啥下呢？迄粒山内底有宝石，迄粒山内底即卖科技发达，大家人伫咧用的手机啊，迄内底真济拢是真宝贵的金属物啊，迄、那个物件拢是伫山空的内底，迄些呢挖贵的山吼、哦，会当提炼出来才有好礼。大家人手机、电子类拢总有哦，这都是因为大家人、现代人的消费需要消费，所以消费呢嘛无一定爱需要，需要呢是人的心理的需要。真的呢，我们知道呢，真的我们需要不多，但是想要却太多了。因为众生共业呢，所以造成目前呢气候异常啊，灾难不断。所以呢，追根究底呢，就是我们要好好来做好环保。环保现在已经是全球的最要最重要议题，尤其呢，塑胶类呢更是大令大家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为了响应环保，为了响应呢，就是啊就。地球能够减温，所以呢，台北市政府呢，在三年前呢，就在台北市政大楼以及呢机关的学校呢，推行呢，就是禁用一次性的免用餐具呢，这样的成果非常的卓著呢，所以呢，现在台北市政府也要扩大实施，希望说在未来呢，能够在市场、还有夜市以及民间企业呢，大家都能够一致的心意呢，为地球来奉献我们自己的一片的心意，不只是台北市政府推行呢，讲禁用一次性的免费餐具，其实呢，减速现在已经是全球大家的共同的议题。像泰国也一样，我们知道呢，泰国呢的百货的企业龙头呢，它现在也开始响应环保，要推行减速的活动呢，所以呢，它在所辖属的一些的机关行号当中呢，他们也希望说不要再免费提供塑胶袋，如果说他有需要的话，就是要互惠啊，这些钱呢、啊，他们收集起来就可以捐给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泰国分会的部分，这也是企业家大家共同响应。不只是这样，我们知道呢，在5月10号呢，就是联合国环境署也公布了以后啊，有187个国家呢共同签署，如果说有垃圾要运往就是开发中国家来处理的话，必须征求就是进入国的他的同意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呢东南亚一些开发国家成为废弃物的处理场地，也避免整个的环境恶化。这个在哪都是让我们真的是要时时要警惕。我们知道呢，环保既然重要呢，当然呢，我们就是要身体力行。像我们知道，慈济一直以来呢，都是在推动着环保，像在汐止环保地区呢，环保站呢、就有几个小朋友也来参观来环保，如何来做环保环保的志工呢，也带领着他们一起透过影片还有实作呢，让他们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台湾推动环保，大家是如此的用心。其实呢，在大陆他们也一样，在大陆的四川洛水有一个环保小尖兵呢、说起做环保，它真的是非常的到位，而且非常的投入。现在呢，我们就透过画面，我们来看看这位环保小尖兵如何用心来做环保。专用手套。哎呦嘞！
专属的车位。罗新阳从小就跟着外公外婆做环保。哎，你比外婆的快。小小个儿的女孩，只要拿得动的回收物，她拿得比大人快。真轻，马上轻。大人关机，我转着。每次带自己来做事，他都非常积极地来投入。比如拖地，他也不怕苦，也不怕脏，他也要一直要坚持到底。所以说，大家都称为他吃鸡的小委员。灵活的身手，罗新阳把社区每个角落当作游戏场，协助外公外婆寻找宝藏。他知道找出这些被丢弃的宝，可以救地球，也可以变卖救人。什么是环保？又免了地球脏，免了污染环境。他这个大家做环保，养成这种好习惯了，我觉得他多可以呢，有善根。环保行动是日常，隔代也是彼此的善知识。有一次他外公去买水果，就是问人家多要了一根袋子，他马上就说他外公：“你还是吃鸡人，你环不环保嘛？”说这个说过后，也是也他们外公也就是自警觉自己。环保小小兵的心愿，环境清净，心清净，天天都快乐。真的啦，做环保是日常啦。看这位小朋友啦，他最大心愿就是环境清净，心清净，然后天天都很快乐。其实啊，做环保不只是小朋友，大人也更该用心来推动环保。我们知道啦，中国上海在今年的7月1日呢，开始实施啊垃圾分类的新规定呢。很多人可能还没办法适应这项的政策呢，但是呢，在南桥老街这一区呢，啊，很多的啊一些的乡亲呢，他们做环保啊，其实是做的得心应手啦。为什么呢？因为呢，在2年前呢，慈济志工就在这个地方来带动环保。尤其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啊一对的母子，就是啊在画面上所看到这小朋友莫言啊，这小朋友呢，他真的呢是不只是亲自做环保啦，而且呢也希望能够将这样的环保的理念呢能够带进校园里面呢。不只是如此，我们知道呢，在马来西亚，他们一样非常的用心在推动环保，在吉达丹岛的环保教育站啊，在岛上其实呢，他们都非常用心的推动资源回收了，而且因为长久的经营，所以呢，环保教育站呢已经成为很多的团体都会来这边来学习。然后呢，我们在画面上有看到有8升的啊，就是亲子教育班的45位的家长跟学生，他们就带岛上环保志工就一一带领他们呢一起来做收集以及呢资源回收呢，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呢。看完的环保，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关心，因为在7月1号，屏东呢发生的龙卷风威力非常的大呢，把整个货车呢，整个都挥到高速公路上呢，甚至于呢很多的铁皮屋呢，大家呢都真的是已经啊，就是啊挥走了哈，真的是灾情非常的惨重。在第一个时间呢，慈济志工就开始进行看灾，还有安心家访。当然呢，这次的灾情当中呢，有很多的慈济法亲，他也一样呢是受到整个的啊灾情的影响呢，所以呢，慈济也启动法亲关怀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这次屏东啊，因为龙卷风的灾情，慈济启动法亲关怀的情形。一份安心礼不只是关心，更是祝福。龙卷风侵袭过后的南州万华村满目疮痍，慈济志工踏遍村庄安心家访。有些志工本身就住南州乡，家里没受灾来付出，没想到遇上亲戚。访视巧遇亲人，祝福的心意更浓。
不止亲人受波及，法亲也受灾。当时这一家人在庭院坐着，铁条却射过来。人也坐在遐，唔就对。无，我拢伫遮咧，我无坐咧，拢伫遮扑着咧。哦，我唔知啊，头壳。哇，我有念咧，啊头壳佫疼甲咧，十面头壳疼甲咧。所以你十面无啥困。免哪困，免哪就头壳一直白白叫啊！迄个画面就安尼了，我想到会惊。这恐惧慈济家人感受到了，送上慰问安抚惊恐，因为那阵龙卷风实在吓人。哎，真正吓死人，吓人哦！我八十几岁，唔捌看安尼啦。啊，你看到咱处理起来安尼？慈济志工陈美英的娘家屋顶被压垮，铁片从天而降，所幸家人都平安。心虽然饱受惊吓，但此刻是满满的感动。咱家的人来给您看，足温馨的呀、啊！感觉有人在关心，足温馨的呀、啊！真的、啊、有人关心、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温馨、啊、这次呢，我们知道了屏东的龙卷风、啊、不只是乡亲受到、啊、这些龙卷风的惊吓，其实呢，有一些慈济志工也是深受其害。最近上人一直在讲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念，莫忘那一人。所以呢，正眼上人行脚到高雄、啊、以资深的慈济志工在座谈的时候呢，很多的资深的志工呢，就是提起在16年前，我们记得呢，16年前 SARS 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惊恐呢。但是呢，我们知道志工为了呢要帮助这次因为 SARS 呢所造成的灾情，所以每个志工都是非常的用心呢，在裁剪隔离衣呢。不只是这次的灾情，其实呢，在就是23年前的赫伯台风也是一样呢。我们知道这次赫伯台风的灾情发生的时候呢，真的呢，慈济志工呢，只是想到说一些灾民受灾的，他们怎么办？所以呢，很多的慈济志工呢，真的呢，不畏艰苦呢，真的就是深入到灾区当中来救灾。但是呢，正眼法师也提醒我们的资深志工们，真的虽然说我们救灾是要使命必达。但是呢，我们命也要注意，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安全。如果说命都不保了，怎么如何打呢？所以呢，正眼上人也提醒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注意安全。我们知道了，面对这么多的灾难发生呢，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呢，都要付出我们一份爱的力量。我们知道呢，我们能够收看大爱电视，不只能够让我们一窥天下事呢，而且让我们了解到因为四大不调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呢，最主要呢是要我们要时时呢要提醒自己呢，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当中，我们彼此之间要发挥互助互爱的精神。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不只说对人，甚至于对于任何的万物呢，我们都能够提起感恩、尊重、生命爱的精神，那么呢，这个世界就会更祥和。接下来，我们就透过画面，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来聆听正眼上人的开示。一眼宏观世界的真实相，让咱了解。尽管啊，世代不调和，会当提高境界。咱要安怎改善？爱乞丐，尽量不杀生，发挥互爱，保护心灵的爱心。所以今年师父一对联给大家人：感恩、尊重。生命爱，和敬无争，共护这对联呐、啊，你若会当好好呢，用心改吸收入来，在咱的记忆中呐、啊，咱逐天心拢会真平安，因为呢，咱看人拢感恩哦，感恩哦，我尊重你哦。伊嘛感恩咱哦，感恩咱哦，尊重咱，彼此中间呐，感恩尊重，咱的日子呢，会过得呢，真快乐，真平安。那咱爱互相有一个方向，那就是
生命，咱爱保护，保护生命，所以感恩、尊重生命爱。人甲人的中间有生命，从出生、少年、中年、老年，咱拢有伫咧经过啦。这拢是生命，咱生命中的阶段呢，咱做着什么代志？咱来彼此呢，感恩、尊重生命的过程，爱真感恩。那所以彼此呢？啊，咱人甲人诶中间爱和气，爱和啦，和和气气，合心和和气气，和气啦，无争，菩萨法啦，就教咱安怎和，安怎气，和气，毋通有争啦，毋免你争我夺啦，你若争我若夺呢？一定呢，迄、那个口中呐都会有争端。咱自己争字呢是言字平哦，言字平呢会争斗，所以讲无好话啦。所以讲好敬无亲，咱唔通用口舌啦来诽谤别人。别人唔对，是我对，安尼呢都唔对啦。总讲一句，好景无情啦。咱的社会呢平安祥和，那是共助福缘呐。感恩上的开示，感恩珍重生命爱，和敬无争共福缘，这是正言上人给予慈济人今年努力的目标。素食有益健康，而且又环保，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见贤思齐，共知共事，而且又能够身体力行，就能够发挥很大的力量。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为推动素食呢，所以呢不只是在社区，也在学校当中呢来推动素食，希望素食观念能够深深的能够扎根在每一个小朋友的心中。不只是如此，像加拿大他们也是一样啊。加拿大7月1日是他们的国庆日呢，列治文的慈济志工呢就利用这个庆典的时间来推动环保，希望能够推动环保，让大家能够意识到呢真的是环保是相当的重要。我们知道呢地球只有一个呢，而且地球现在已经在发烧了，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呢用我们实际上的行动来爱护我们赖以为生存的这颗地球，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好环保跟素食，唯有环保素食能够做得好的话，我们地球才能够呢有一个美好的地球给我们的下代子孙。志工早会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